我叫林佳琪，网名叫吃素的狮子，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现居上海。我的职业是一名 B 站 UP 主，所谓 UP 主上传者，对，一种靠制作视频为生的职业。我的最终目标是成为 B 站最顶尖的100名 UP 主之一，人称百大。虽然目前我的粉丝数只有2个，不过以我敏锐的互联网嗅觉和超高的视频技术，成为百大也只是个时间问题。也许在某个平行宇宙里，我早已经是个坐拥几百万粉丝的百大了。哎，佳琪，他叫陈阳，因为在家排行第6，人称老六，和我住在一起，没有固定职业，靠打零工为生，特长是在怎么说对决中绝对不会输。哎，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怎么？怎么说？牛的，回来啊！哎，你们两个都在啊？他叫赤脚鸡，人称少爷，我和六道的好兄弟，特长是巨有钱。我和老六暂时都在他家蹭吃蹭喝。老六，有没有看到我车钥匙？这么少，这么多？不是这几辆，我要找我的50宏观。佳琪有没有看到？哎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不要打扰我的杰作。这两个人是最早关注我的人，虽然现在作为 UP 主的我还没有投过稿，但他们两人仍被我的才华和人格魅力所感，成为了我的早期粉丝。话说回来，我马上就要投稿我的第一个视频了，现在正处于最关键的一个部分。想出做什么视频啊？想不出来，还出一口气吧。哎呀，拍什么呢？火红的萨日朗，火一样热烈，火一样奔放。嗯，这不老六吗？痴情的人儿啊，街头卖唱。哼，老六唱歌这么拉垮，在街头表演都有这么多人围观，那么只要我比他用更好的音响、更好的话筒、更好的吉他、更华丽的衣服去街头卖唱，然后拍成视频传到 B 站上，肯定火爆。看着吧，这就是我迈向百大的第一步。灿烂的草原最美的花，火红的萨日朗，火一样热烈，火一样奔放。痴情的人儿啊，心上有了他，有种幸福叫地久天长。